看到的背后，就是说他的背后呢，外面呢硬的，硬的。但是我们知道海参呢是软的。那么海参你为什么这么厉害，这么好？你如果拿一条生的啊，你不要丢大大力，然后你这样放下去了，是不是它撞到地板会会好像啊有弹性？这那个叫什么？那个是海参的能量来。那么如果你看它的整的时候，中间的呢，就是它好像在海底走路的时候是身体中间走，中间动的。那么旁边摇动呢，就是它的弹性，代表它里面整个里面没有骨头，有的就是胶原蛋白。所以如果你呢发了疯了，生气的拿来丢它都不破的，因为它弹性强，它的胶原蛋白拉得足够，代表这个单胶胶白对我们哪一个地方好，就是我们的全部的关键，很需要它的。所以今天你们听了，如果我再有讲到它的胶原蛋白，你们不要认为哎呀我们都有胶原蛋白了，那么又多一个胶原蛋白怎样跟人家讲？你们不要忘记我讲课的时候，胶原蛋白是一个名，它带28种，对不对？所以我们所讲过的 collagen sakura collagen 是28种的5种，还有23种啊，这边都有不同的几种。最重要的这个胶原蛋白跟你的 sakura collagen 没有的，就是我们这个很厉害。后面的 agilistandin 后面这两条根呢，对人类是相当重要。没有这两条根 agilistandin 强，你站你爬楼梯，你不可能有力的。不是你风湿病痛，你的 agilistandin 没有弹性啦，不让你然后为了他不让你啦，控制你是不是上楼梯下楼梯辛苦？所以谁想世界上啊，谁如果你问我啊，人没有一个风湿病的，人没有一个关节炎的，是我们身体啊流失了，本来有的没了。为什么？教你吃对的你吃错，教你好的东西你讲贵，那么你天吃什么便宜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生命不值钱啊，所以如果你知道我生命很贵，我一定要找对的东西吃。当然啦，价钱方面，我们如果讲贵，我要想办法去赚来养我嘛。不要单单讲贵贵贵，坐在那边再讲贵，是办法嘛？不可 complain 的，成功人没有 complain 的，成功人想办法的 ，complain 的人是一直在 complain 不动的人。明白吗？所以要做成功人，就是要懂，不只是知识方面，对生意方面罢了，健康方面知识会更重要过你的市场的尝试。所以这个也一样，这个不是便宜的东西啊，都是相当贵的海鲜类啊。And then 它的里面外面全部很粗的，没有这个弹性了，这个全部是弹性，没有一条硬骨。没有一个硬啊，没有我们讲硬的，好像墙壁，全部都是弹性，包满了，包含高的营养品质，我们头发都要的，全身里面啊，身体最要求的蛋白啊，头发，你吃的蛋白，80%头发强劲，你想想看。我们肌肉要的蛋白啦，都被头发先抢去了。80% of protein is fully utilized by our hair, though our muscular systems need them, but the hair, took the most of those proteins and the collagen from the food you are taking.
So just imagine, if I don't take food containing enough of the protein and the collagen, how am I going to stand strong, walk with full energy, talk, you know, with full, you know, the vitality? All this, you see, tells us my whole makeup, you know, head to take, to leg, you know, is strong enough to support me. Anytime can move, talk. You see, this is something not only important, but very unique. 相当的重要的东西, 相当需要人类需要的食品, 不是保健品, 不要再讲保健品了, 我们要讲食品, 吃对身体, 真正有用到的, 肌肉, you know, 有力的, 身体能量高的, 我们就是要对这些东西, you know, 了解。 所以你看, 在41年啊, 讲到海参啊, 故事相当长, 很多东西呢, 海洋, 啊, 海底里面, 有很多, 算一年的视频, 到今天还没有完全研究。 所以人已经知道, 在所看到的, 容易中的, 已经没有了了, 所以一定要去海底磨了, 海底造了, 才对我们生命, 人类里面呢, 再有机会, 回去健康。 And 如果你真的很成功, 吃到这个辣, 你身体, 等一下我们再下去有看到, 连我们身体, 开始成长, 要成长, 癌症的那个功效辣, 都被这些东西灭掉。 你看, 干嘛我们再要去做radio, 为什么再要去做 chemo, 如果视频我们吃的辣, 都能帮我身体做这种动作, 而且没有一点痛的, 啊, 跟如果做radio, 跟如果做chemo啦, 你去问有谁讲做chemo, 然后没有痛的, 你去问看, 又痛身体, 啊, 还不够的, 带子也痛, 是不是? 所以干嘛我们要再下去一直在, you know, 的面对这种问题, 如果我们可以的解脱这个问题, 让我再下去, 年纪再大, 我会更年轻, 我会更健康, 就是多来听, 我们有机会跟你分享, 我是怕人家不来, 我不怕多人来的, 啊, 你们不来, 对我没关系的, 啊, 但是你们自己吃亏啊, 因为这些, 在大学我讲一课要, 在美国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两个钟都要5000块的, 帮, 所以这边呢, 啊, 你们这边没用钱用钱的, 啊,